羊自古被奉为五畜之一，中国人吃羊肉历史悠久，先秦时期羊肉就是主要的肉食。农山县家家户户养羊，在农闲的时候，有人会提议大家一起搓一顿，在场的人可以凑钱买一只羊，平均分摊买羊的钱。这种传统聚餐方式，这种醇厚质朴的乡土风俗，被叫做打平伙。横山延茂千里，是鄂尔多斯草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，生活在这儿的白龙山羊上山下挖，吃的是地胶草、凝条等天然的植物。羊肉肉质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腻，肉质香而无膻味，只需要巧妙地发挥新香料的独特风味，放一些干辣椒、花椒、生姜、粗盐，配上陕北特有的红皮葱去膻，新鲜的香菜增香，炖三四个小时之久的羊肉自然会变得肉烂汤凝，香味满溢。我炖在锅里面出来以后，就是锅盖了，可以觉那个感觉啊，那个气味香味就是上来，很馋的，真很馋的，吃那个东西啊，太好吃了。来到100公里外的绥德县，食客对羊肉的要求不再是滑嫩烫口，而是另有不同。切碗米，老雷家羊肉面从1967年营业到现在，传承了三代人51年的时间。最初的面馆就开在绥德40里铺镇，紧邻210国道。但凡路过这儿，大车司机必然下车，吃碗分量十足的羊肉面。67岁的白云香忙着把新收获的豌豆粒儿碾成粉。中国人把五谷杂粮做的豌豆面、荞麦面等面食叫杂粮面或杂面。杂面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，做法多样。陕北盛产豌豆、高粱等农作物，是陕西杂粮的主产区，陕北高原也成为了杂面的发源地之一。和杂面要加一种特殊的东西，沙蒿。沙蒿长在沙漠中，因为沙蒿种子所提取的沙蒿胶作为一种天然植物胶，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。把沙蒿掺在杂面中，增加了豌豆面和白面的粘合度。一拳头大小的面团可以擀成像锅盖一样大，像纸张一样薄的杂面。白云香是家中的长姐，自幼生活在山歌劳的乡下，早早接下了家里的重担，从10几岁时就会干农活，煮杂面。薄如纸、长似带的杂面是晌午农家饭的主角，但光有又细又薄的面条还不够，
浇上西红柿臊子，才能让一碗杂面顷刻升级。九九，九九，苏菲，吃不吃完饭给你帮忙烧菜哦。嗯。哦，下午跟你爸一块儿走啊。嗯。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黄土褶皱里的人们，以农为业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可越来越多的后生女子们为了生计进城打工，严波也只能是抽空回来帮母亲干些农活。这地方饭谁做的？我娘娘。嗯，做好了这个呗。好的，回上，回来了。姐姐。好呀，就回来了。整个牛星山村只有十几户老人们，还依旧守候着这片浑厚的土地上的一粮一卯。人的脚步走得再远，传统的生活方式再变，饮食习惯却顽固的不会改变。与故乡梓州隔着百公里的距离，白卫在榆林城里经营着一家杂面店，杂面的味道与姑姑白云香做的并无差别，一脉传承的基础上更加营养美味。配菜像那个老榆的，就是当地的老黑椒、芝麻，还有咱们当地的一种仔面、柿子椒嘞、葱花、香菜等等，各种有十几种的料。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饮食文化，形制各异的面点小吃最能展现榆林当地的味觉特色。这个的陶器这是榆林的老传统陶器子。老冯家做糖饼做了百余年，糖水熬至浓稠，热油和面，面粉中的麦芽糖被激活，螺丝纹理擀面杖能让糖饼产生清晰的纹理，像棋盘一样整齐，因此得名糖棋子。因为货真价实，都有的原料都是真实原料，不搞一点假。原料各方面配好的话，口感就挺好，又香还又甜。为了保证自家糖饼的口感和品质，如今84岁的冯志良仍旧坚持亲自操刀，更是手把手将百年糖棋子的配方和手艺传给了儿子冯志忠。这儿女们都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能休息，所以说在这个上还一直还想做一下去。刚出炉的糖棋子呈红茶色，酥甜绵软，口感温润。我那是愿望从我的儿再传上一代，一直传下去。从榆林一路南下，70公里外的镇川县，面点以烤甘炉为代表，火力太旺，甘炉容易焦糊，太小甘炉又不够酥脆，只有表皮微黄内空外脆的甘炉才吃着带劲儿。而梓州县的面点以沙软的枣泥为馅儿，取名梓州果馅儿，有着皮酥内甜、枣香宜人的特点。再往东走，绥德人更偏爱椒盐香味的油旋面饼，层次分明，配上喷香的猪头肉，油香扑鼻。
今天这个豆子长势好，哎，这个做豆腐好。榆林历来广种豆类，尤其是黑豆、白豆、黄豆产量最大。豆腐用榆林普惠泉的桃花水点的。普惠泉，泉水质纯清澈，偏酸性，是优质的地下矿泉水。我们榆林这个地方是塞外嘛，风沙大，应该女人是皮肤粗糙的，但是榆林女人面如桃花，皮肤细腻，也因为这个关系，大家称为桃花水。想做出白嫩细腻、味香可口的榆林豆腐，还需要最特殊的一道工艺，点酸浆。酸浆水是怎么来的？就是用做豆腐下来那个黄浆水发酵以后反复使用，今天下来的新鲜黄浆水放到这个浆缸里头，明天就可以使用。黄浆水竟然能等同于鲁冰和石膏，这是因为浆水发酵后含有天然的乳酸菌，豆汁中的蛋白质受到乳酸菌的作用，沉淀凝结成豆腐花。浆是豆腐的骨架，用浆过分，豆腐变老；过少，豆腐则没精神。手工点制一次需要40到50分钟，看上去是费时费力，但品质绝对不差。浆水那个味儿是正宗榆林豆腐的那个香味，实际它有时候是叫豆香味，实际上那是浆水的味道，其他地方是吃不到这个地方。执拗的张红做了21年的豆腐，依然坚持用酸浆水点豆腐的工艺，为的是不让榆林豆腐的品质有一丝一毫的改变。我们坚持我们这个传统的做法，就是让我们的后代、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还能吃到榆林这个有特色、能吃到真正浓浓的那个豆香味的那个豆腐。榆林豆腐微酸中带着清香，软中带韧，弹而不裂，鲜香绵嫩的豆腐也从不辜负人们对它的期待，能够72变，换作千姿百态。无论做豆腐有多辛苦，回到家，张红依旧会以豆腐为主要食材，给家人烹制最地道的榆林口味儿。不论人是聚是散，是喜乐还是悲欢，总会和食物有着千丝万缕、割舍不断的联系。食材菜品的百变与纯粹，烹饪技法的繁与简，无不体现出食物本身蕴含着的浓浓情感。小秋，等会儿回来呀、啊。再过两天。我给你想吃啥，给你做啥哦。城市模糊的四季，在这里分明，春耕夏作，秋收冬藏。儿时不懂香味，懂时。已在他乡，珍爱丝路美食之旅，带您回归故乡，重温往日时光。我们行走城市，我们辗转乡村，遥望自然，细品人间，只为探寻最真挚的陕西味道。四时之气，周而复始，冰封的大地下蕴藏着春暖花开，盛夏麦浪如期飘香，璀璨
黯然，皆在冬日的团圆饭中安详。有缘有幸，我们因食物相遇。珍爱丝路美食之旅第二季，真味美味人情味，我们后会有期。